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欢迎回到史莱姆农场第二集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养了四只可爱的西莱姆，四只可爱的粉红色史莱姆。这四只史莱姆呢，我有请爸爸们在上一集底下的留言去帮我取一个可爱的名字。然后嘞，有一头拉苦的爸爸们嘞说，这四只你怎么看也分不出来，不如就叫他们四只四剑客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叫剑，你就叫剑剑。你就叫小健健，你叫大健健啊！这四剑客嘞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所以就决定叫你们四剑客啦。那一样，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大家喜欢史莱姆农场、史莱姆牧场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我们今天呢，让我们可爱的小健健们吃点好吃的，吃点肉肉补一下补一下。不过他们现在感觉起来肚子蛮饱的哎，对不对？对，肚子蛮饱的。那我们就不管那只母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价怎么样。昨天可以卖10块钱，今天剩下6块钱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开始养不一样的史莱姆。我们来养个龙岩史莱姆好了。哦，不是龙岩史莱姆，岩石史莱姆。然后上一集我们的鸡鸡好像长大了，变成两只公鸡的，就代表说他们会开始生小鸡鸡，会开始生不一样的鸡鸡了。那这两只石头史莱姆嘞，我们还没有地方让他们可以住，因为如果我们要让他们可以住的话，必须要250块钱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一样出去冒险啊。上一集呢，有一些没有看过我们前八季的爸爸们说，阿神，你为什么不看看你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嘞？哦，是因为啦，这里嘞，它被挡起来了啊。如果我们要解锁的话嘞，又有一只鸡鸡。如果我们要解锁的话呢，要1795块钱啊。后面那个地方也是都很贵啊。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是通往实验室吧，没有记错的话。对，然后那边是通往另外一区，所以我们的牧场就会越变越大，越变越大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一样出去外面晃晃，然后来看看我们上一集还没有探索到的地方。也许它新增了更多更多我没有看过的地方。不要吃它们，我只救得到一只小鸡鸡。然后这个也带走好了，虽然现在只值6块钱，我们是不是我的栏位只有4个，所以我不应该带这个比较便宜的。然后那边有我们需要去拿的东西哦，有一个奇怪的音符，我们之后回来的时候再来拿好了。那好，今天我想看一下正前方。上一集其实我有注意到，在这个地方它有另外一个哈伯森的讯息。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整个洞穴都摊风风死了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前面的史莱姆都这么爆炸的原因。很久没吃东西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别被饥饿已久的史莱姆咬到屁股了。带些食物让他们冷静下来吧，哈伯森。前面这些史莱姆脾气很差，应该是在往更前面这个地方走。这些史莱姆应该是从外面进来的，所以应该是指这些史莱姆啦。有没有看到？超凶的呢，超凶的啊！如果我们喂他们吃东西啊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如果我们喂他们吃东西的话，他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出现了，是 Tar。这个史莱姆，它会吞噬掉其他的史莱姆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凶啊！这些史莱姆是怎么跑出来的嘞？这些史莱姆是因为他们如果史莱姆混种超过2次的话，就会变成这种可怕的史莱姆啊！我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干掉它，他们怕水，我先把他们喷飞好了，拜拜！好，先把他们喷飞。大吼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继续往前面探险，不要再吃这些小鸡鸡了啦。然后我们要不要带这个猫猫史莱姆啊？这是什么史莱姆？虎斑史莱姆。我们要不要带这些虎斑史莱姆回去养啊？可是我现在很缺钱哎。小鸡先不要，带个虎斑史莱姆的这个结晶回家好了，不要再吃了，别啊！痛！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带回家？好像先带这些吧，先带这些。那这边绕过来之后，我记得这边有一小区，这边有另外一只虎斑史莱姆，它好像只吃肉哎，喂你吃肉。那一样，这种巨大的史莱姆就是要把它们喂到肚子爆裂啊，之后它们就会喷给我一些特殊的东西。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了，头上有这个方方果，好像是方梅的样子，对，方梅，娇贵易脆。酸酸甜甜，而且永远不会滚下餐桌，因为是方的。那我们一路走过来，我们就可以到魔法森林。对，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叫做什么，但我都叫它魔法森林。前面那边有箱子吗？好像有箱子，有箱子。这边偶尔会出一个箱子，我不知道这条路过来到底有什么用。但我们把箱子打开之后，会拿到一些额外的食物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做个转弯啊，然后就可以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会有更多更多更多不一样的史莱姆，然后它会需要一个史莱姆钥匙。我们上一集不是有弄爆了一只超级巨大的史莱姆吗？我们直接把钥匙丢进去，
然后他就会开门了，芝麻开门。游乐哦，这里叫做显台之地啦，以前都没有中文的，以前都看不懂，仿佛岩缝间蹦出的花朵，这个翠绿的大地暗示着一切的可能性。哇，哎，第九季真的是一个补齐我们之前没有玩的，没有看懂的一季耶。我身上这些东西，要不要养比较贵的史莱姆啊？下面是不是在开趴啊？怎么听到有音乐啊？你没有听见吗？以前没有音乐呢，那是什么声音？派对史莱姆，是派对史莱姆哎、欸！这个以前也是只有节日的时候才会出现呢、欸，现在都有了哎、欸，现在都有了。好，我们把方梅带回家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之后可以在家里种一些方梅，然后我想带一些卡碰史莱姆回家。卡碰史莱姆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合体过后的卡碰史莱姆，我不要这个合体过后的史莱姆，他们太……水水史莱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里超可爱。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可以养这个水水史莱姆。那水水史莱姆它的结晶是水水结晶。哦，我上不去啊，我现在没有那个喷射装置，我没有办法飞。那上面那个地方有一个哈伯森的讯息，我们有办法上去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可是很艰难，我有点像是用 bug 卡上去的，没有飞真的是很痛苦哎，我没有办法上去这个地方了。进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哈伯森的讯息好了。我第一次探索显台之地的时候被困在这里，所以我开了一条路出去，就在前面白哈伯森。所以这条路是他开的，是不是？还是哪一条路是他开的？不太确定是哪一条路他开的。虎斑史莱姆丢在这里好了，不养这个了。我想养卡碰史莱姆，我比较喜欢卡碰史莱姆。我最喜欢的是，大家最喜欢的史莱姆是哪一个？我最喜欢的一定是帕杜啦，一定是那个水水史莱姆。但是如果撇除掉水水史莱姆，大家最喜欢的史莱姆是什么史莱姆啊？这是新的小鸡品种吗？不是，一样是小母鸡。这边又有哈伯森的讯息。虽然显台之地看起来像是一座古老的丛林，但实际上我刚探索这片土地的时候，你在这里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没有。照这样的速度，我估计用不了多久，这里的草木就会覆盖整个远远星球。哦，所以这近几年才长出来的哦。Oh my god， 魔法森林呢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们喜欢玩这个，这些猫猫喜欢玩这个哦。所以现在这些东西也都会在陆地上，就是在外面随便就可以找得到了。不过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吸起来。不过这些猫猫他们会很喜欢这些玩具。我想起来了，不同的史莱姆他们有他们喜欢的玩具。好，我们一路往哪里走啊？有点忘记了、欸，走走看这里好了。话说这里的地图嘞，我怎么没有找到这里的地图、啊？我想起来了，这边有蜂蜜史莱姆，还有蹦蹦史莱姆，这个爆炸史莱姆。据说这些史莱姆会爆。哦。吸起来，先不要让它吐出来。我刚刚听到小鸡蜂蜜史莱姆，一体结晶，虎斑结晶过去好了。蜂蜜史莱姆进来，先不要让它们进化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抱抱史莱姆吸一点起来，抱抱，有套儿出现了。大家有没有听到奇怪的音效？对，那就是套儿。送它，喝水水，它会怕水水，所以你如果给它碰水水的话，它们就会爆炸。碰水水。碰水水，碰水水，有了，进来。我还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，干掉套儿哎、欸。秀，以前我都是这个样子啦，都是直接把他们喷飞。但幸好这边刚好有水啊，他要咬我，幸好这里有水水。痛痛痛，他会咬我哎、欸。碰水水，好、哦，没事，不怕。什么声音？哦，一只猫猫史莱姆。我们这边有一只蜂蜜史莱姆了，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飞。对，之后我们可以飞，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飞，所以它爆炸完之后喷出好多好多结晶啊。它知道喜欢的东西就会变成四倍化，应该是双倍啦。但是如果它变成大只，就会变成两个乘上二就是四倍。好，那条路行不通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走那一条路，要往回走。我再多抓一点爆炸史莱姆跟蜂蜜史莱姆回家好了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些史莱姆经济价值很高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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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高。先我们把这些史莱姆抓回家，应该不错。这些是生气的史莱姆，不要咬我！
好痛好痛好痛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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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到了到了，这里有很多很多蜂蜜史莱姆，勾注意吸起来，然后这个是新的果子，我们要种方梅吗？好啦，这个弄掉，我们拿个薄荷，这个叫做薄荷芒果，浓烈的甜味再加上清新的薄荷余韵，好可爱哦，看了好想吃哦，看了好想吃哦，找到新的球球了，不过这个球球好像是我们之前最早找到的那种一般的球球，不是那种新的球球，跟我们之前找到的那种，我找到隐形的史莱姆，这个是猫猫史莱姆，它是隐形的，不过我们先不要抓它好了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往前走，之后我们可能要多找找那种奇怪的阴暗的角落，这边有公鸡耶，然后有礼物箱，宝给宝给，礼物箱打开就是这个，这个是绿色的条纹装置，我看到了那边有一个，可是我现在好像没有办法过去，我没有办法飞过去，那边有一个，好吧，也许我们之后等赚了一点钱之后，上面那边有一只很巨大的史莱姆，大家有看到了，在，是我看错了吗？搞不好我把太阳看成史莱姆。上面那边有史莱姆吧，我有忘记了，龙岩史莱姆，爆炸史莱姆，多带一些回家，通通回家，通通回家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只 Puddle 哎，蜂蜜史莱姆也带一只回家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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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你回家。好，这样子我们有蛮多史莱姆了，我们就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了。你可能会想说，阿森，你现在离牧场好远哦。哇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，它这个光真的是很明显的。又一个了，又一个了。这个就是新增的那个蜂王酱。哦，这个是那个蜂蜜史莱姆的特殊的 skin， 颜色变了，变成紫色了，有点像是肿泡泡，有点像肿泡泡公主。对，我刚刚回到上一个话题哦，我那个树好大好高哦。回到上一个话题，我们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要怎么回家？这边有传送针，轻轻踩一下，咻的一声就回来了。好啦，在外面冒险了这么久。我们身上还是只有32块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先把一些果子先放在这里好了，先放在这里。我们要先赚钱啦，不赚钱的话，我们要怎么那个啊？对不对？来，这个吸起来，来这个吸起来。他们肚子饿了，我们等一下吸一点小鸡给他们吃。这个放进去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想想看哦。我现在只有48块，什么方块？不是什么方块，什么便便最赚钱？408块，大涨价哎。62块钱，51块钱。好，我们先赚一点点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赚一点点钱，先让我们的爆炸史莱姆在这个地方去积极。然后我们至少要留一只公鸡，对，至少要留一只公鸡。爆炸史莱姆喜欢吃肉肉吗？对，他喜欢吃肉肉，他居然抢公鸡吃，那公鸡很珍贵哎。好，先吸起来，这一颗可以卖，看看啊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好，再几只好了，再几只，吃，跟甲，有，然后我们的牧场里面结晶管理需要好好管理，他们都挑成年的吃呢，很残暴呢，好，再一只，母鸡屠杀中。有点恐怖啦，但是这个就生态链嘛，对不对？生态链嘛。好，吸起来，这样子应该够了，4颗。嘿嘿嘿嘿，358块钱，够我们做小小的农场了。好，那我们把爆爆史莱姆种在哪里？不是种在哪里啊，盖在哪里？我们上面这个地方也可以盖哦。我们盖在这里好了。哦，它只要250块，那盖一个。可是我怕它会跑出去，然后大爆走哎。先丢个几只在这里好了，不要太多。先丢个几只，是不是太多了、啊？好，先来个10只好了。然后他们感觉会跳很高哎。那剩下3只，我们放他们自由。传说史莱姆如果掉到水里面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月球的一份子。他们没有挂掉，好不好？他们没有挂掉。好，我们还需要一些小鸡，我们还需要一些鸡鸡给他们吃。对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们有一只，我们还需要几只鸡，让我们可以加盖。好了，公鸡在这里，加油，努力繁衍后代。只要有2只鸡就有希望。只要两只鸡就有希望。吃吃吃吃吃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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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，
这些史莱姆为什么可以那么贵的？你看他们会很恐怖，他们会把他们的结晶乱喷，东喷喷西喷喷，很恐怖。你看，然后他们只要一进去的话，我们的士气是就不保了。所以这些史莱姆很危险。我们先去把这个东西塞进去。不够，我还需要一点鸡。Oh my god！ 蜂蜜史莱姆是吃什么的？我们去看一下下我们的报表好了。我以前都记得起来，现在都忘记了。蜂蜜史莱姆吃，他喜欢吃薄荷芒果。好，我们喂他吃薄荷芒果好了。先把蜂蜜史莱姆放在这里，然后芒果在这里。芒果我们要留一颗，之后我们要拿来种的。那如果我们喂他吃薄荷芒果的话，他就一次喷出两个哦，有没有？碎啦碎啦，好，贴进来了，ありがとうね。那卖掉，可以加盖，可以加盖，冷静点，加盖高墙，好了，然后把，你看又一个逃狱了啦，又一个逃狱了，进来，这样这里几只啊？先吸起来好了，我要算一下数量，我一个一个算，他们一直动，我就不知道总共有几只了，11只，然后这个我们送一只去天国吧，然后我们让史莱姆进来。这里也放一点点史莱姆，够最可爱。好了，你们就在里面安心的过生活吧。然后我来读读看信件好了。这边有一个星际邮件，这个是我刚收到新的信，索拉寄给我的。你好，碧翠丝，我叫做索拉威斯特。由于我们还有工作要忙，我就简短的跟你介绍一下，我是远远星球的资深牧场主，同时也是你在本地远远交易所的迎新代表。交易所就是旁边那个可以卖东西的那个交易所。远远交易所是由像你这样子的牧场主组成的交易网络。对，我们在这片这个远远星球上面啊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牧场主。之后如果你有看过前面系列的话，你应该会知道啊，后面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再遇到他们，可以用手中的物品来交换史莱姆结晶啊，食物啊，任何东西都可以。你只需要每天检查远远交易所的机器，并确保24小时完成交易即可。当然越多牧场主与你联系，你就会收到他们更多的热情的问候，所以请你多多检查你的信箱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我们还有一群史莱姆要放牧呢。再会碧翠丝索拉。哦，所以他也是牧场主。备注：自从几年前老哈伯森从远远交易所的连线断掉之后，他就把那个机器连同牧场里面的东西都砸坏了。哈普森有点鼻气耶。我打赌你有的忙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已经安排了另外一台机器送给你，免费的。昨天晚上应该已经送达了，去确认一下吧。机器，这个，所以之前坏掉了耶。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是奶奶啊。所以刚刚跟我通信的人是奶奶，帮帮我，我肯定会回报你的。好，他需要3个这个我没有看过的果实，其实我之前看过了，但这个系列我没有看过。跟三个这个，跟三个一只石头鸡，我没有哎，我没有这些东西哎。好，先不管那些东西了，这里还有一台机器，这台机器是做什么的嘞？它可以升级我们的装备，像我们可以装水啊，我们可以飞，我觉得我有点想要飞，然后可以加我们的血量，让我们跑比较久，然后让我们吸的东西可以吸的比较多一点点，这些东西蛮方便的。不过首先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个果子的机器给做起来啊！我刚刚那个水果呢，在这里，先吸起来好了。要是不吸起来的话，它们会坏掉。对，这些果实会坏掉。果园要250块钱，我还剩下一些方莓果啦，我看看可不可以喂给。怎么又有一只逃狱啊？都已经加高了这么多了，我们可能要加盖天花板。对，这里有一个防空网，425块。我有点担心他们这样喷出去，然后一个结晶落进去之后，我们的士气是 day three 就灭团了呢。好，过来这里，然后我喂你们吃这个莓果，先让他们长大好了。不对，我要先赚钱，要先让他们长大还是赚钱呢？先让他们长大。你看，喷出来啦！喷去哪？回来！很糟糕。好，进去，然后等一下，不要再闹了。然后如果不要这么生气，然后喂他们吃。他连进化之后颜色都会不一样哎，你看他就会喷出两个果实啊，这两个果实之后，这样效率就会变得 ，Oh my god， 效率就会变得比较高。进去，我需要防空网，吃，你们自己吃，不要再炸啦。不要再炸了 ！Oh my god， 好痛啊！快吃！
OK， 你们先长大，你们先长大。然后我拿一点点先做个防空网好了，觉得防空网蛮必要的。Oh my god！ 我接住你了，我接住你了，我接住你了。OK， 好，失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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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先去采一点食物回来好了。我们今天可能要稍微熬一点夜，对，我们要稍微熬一点夜，出去外面抢一点食物。外面都是夜光史莱姆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家里还没有爆炸。食物，食物，食物，这边蛮多的，13个，好，先带13个回家好了。我现在有点不太敢远离我的牧场，哎，我的四只小贱贱们，好像有点担心。1、2、3、4，对，你们，他们生气了，他们肚子好饿。等等，哦，你们好可怜，不行，小贱贱不能肚子饿，小贱贱们一定要吃东西。好，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。然后那边怎么又多出了2只小贱贱？哦，不是小贱贱。进来，他们被炸出来了啦。进去，好，哦，痛，是不是？哦，那里，跑上去了，跳下来了，过来，不要，过来，好，结晶在那里，进来，然后先把这个结晶拿起来，你们是不是肚子还饿啊？好，然后再把这个卖掉，回咻，一咻，远距离，一咻，碎的。还不够400块钱，你们还有多的结晶吗？肚子饿吗？他们肚子不饿。你们为什么不吃蔬菜？多吃点蔬菜啊，这样才会头好壮壮啊！吃蔬菜、水果还有肉类哦。这个是蔬菜，他们不吃蔬菜，他们吃水果。进去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死定了！哇，痛！会死掉！15滴血。好，小贱贱们，这个给你们吃。我要去找水果，他们只吃水果，他们不吃蔬菜。我忘记了，水果跟蔬菜是不一样的东西。细体完蛋，死定了。这里有水果，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东西。有没有水果蔬菜？哦，这个是幸运草，很可爱。但我现在没有心情用这个东西了。好，我看看哦。这个是水果。好，我们只能够拿水果。然后这个钱钱是钱钱，不拿白不拿。肉肉也带一点回去好了。OK， 不拿白不拿，不拿白不拿。好，先这个样子，几个水果这样子够吗？结晶可以赚一点点钱。今天的目标是加盖，把它给锁起来。对，只要锁起来就没事了。只要锁起来，我已经熬夜到凌晨2点了。小鸡好像有些长大了。哎呦，这可以卖多少钱？22块钱，不多。现在有200块了。公鸡太多了，一只公鸡就好了。我们要让它当幸福的公鸡。好，那给你们吃这些啦。哦，我听到小鸡的哀嚎，给你们吃这些啦，吃，水果吃，然后又有一个桃玉，你进去，他们开心好像就不会卡碰啊。你可能会想说，哎，奇怪，啊，这样子收集这些结晶会不会有点太麻烦了？对，我们之后可以再加装一个东西，让它变得更简单一点。你进去哦。好，先这个样子好了，你们先努力长大，这边吸起来。Oh my god！ 痛！好，对不起，好残暴。卖，有了，有钱了，加盖。你要弹出去了，弹出去。等一下，回来，进去，加盖。有了啊！等一下，你去哪？哎呦，跑去哪了？他炸完了，回来。哈，我的天哪！我的，还有一只在那里。哎咻，过来，进去。有了防空网，好多了，这样子至少他们不会大暴走了。好啦，那这几根萝卜喂你们吃，辛苦你们了。Alright， 今天的史莱姆农场 Day 2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看我远距离爬机，好准，超准。这样子我们就有基本的赚钱的工具了。对。至少可以让我们不会再这么穷了啦。好，回到家里，好好休息一下呗。Alright， 今天 Day 2的史莱姆农场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史莱姆农场内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See you guys。拜拜。